心中我的朋友更好了。大家好吗？兄弟们，大家好！哈哈哈！这是你家的吗？对啊，大家都来我家了。哎，我们街坊邻居很热情啊。真的很热情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很纳闷的是，你最晚到。我最晚到。大家都来了，你现在才来。不是，哎。我算是今天第一个到的哦。啊，你第一个到吗？对啊。还是一样罚三杯。不是，小姐是这样的，那是现在我是第一个到。如果你再晚个三四年开，我可能会更晚到一点哦。嗯，这话是在怎么样威胁我吗？不是，趁现在。哦，好，我第一个到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既然第一个到，是。哎。那不然我们就合作一首曲子好了，啊，算是给大家赔罪，因为你太晚来了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晚到。好，那就一起来唱这首。这个是你写的歌吗？对呀，你会不会写啊你啊？也没有啦，其实写歌是我，我觉得我自己表达能力不是非常好，所以我都把很多的情感其实都放在这个音乐里面。音乐里面，对啊。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街坊邻居才有更多福利，可以听到更多好歌嘛，是吧？好，那就来唱这首《蝶恋》。蝶恋Thank you.
是。对啊，而且还2012、2013，哎，2014，我爱你2013、2014，我爱你一生一世。今天有没有一生一世要相许的？有没有？有人要求婚的吗？有吗？有。在哪里？哇，好幸福哦，好幸运哦。定情物有带来吗？有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可不可以来台前一下？我想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应该让全部的朋友一起来祝福你们，是不是难得嘛？什么？哦，在楼上。哦，在楼上啊。是。在楼上，哎。还是可以请人家把它接下来，因为他们要接受大家的祝福。是啊是啊，好不好？难得的日子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不好？就哎，真的希望一生一世今天特别的，然后有这么多人做见证哦。对啊，现场看这样子大概有60-70万人了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等你们喽。好，你们从这个楼上下来大概要。多久的时间？半年？大概多久？应该不用这么久了。哦哦，差不多在1-2分钟嘛。等你们呢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哎，不是，我突然回头才看到，人家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有啊，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一个歌唱比赛的。啊，有歌唱比赛。对呀、啊。你上次也是想说你要参加一个比赛，然后要练和声。今天我和声都请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看到。嗯，那。当然要练一下啊！对啊，练和声，要练和声。来来，对对。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有请那个老师啊，要特别来帮我们弹琴啊，伴奏的。是。对，我们要请我们的吕胜斐小吕老师。哎，这么慎重。那还有一位呢，是啊、这个是重金礼聘的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重金礼聘。真的，他本身的名字就很重了啊，金重中啊，钟老师。啊。钟欣怡老师。哎呦，这么早就出来了。可是我们先练一下，我们先练一下。我们这中间有一大段我特别设计的和声。好。对，我就崩，你们就扒。那这你要跟我们讲音。对对对对，你们就都你松，这样好不好？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因为它有一点动态哈，你如果暂时指着它吧，那没有感觉。嗯，你一定要用身体带动它的运动。哦，好不好？是怎么样？吧吧吧吧吧啦啦吧啦吧，要这样唱。对，一定要注意几个重点。第一，肩膀要轻轻的甩动，不要甩太大力哦。好。第二，脚要微微的抬起，然后斜向45度角。可我们三拳之功便可以往前吗？哦，也可以，我们试一下哈。好。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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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真的有用哎。是不是有 feel？ 巴，这才会抖。抖一下就好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。好，爱神的剑啊。心疼伤，少女的心疼我，情话如同。
还有就是，大哥，我们在人家家里面谈得很爽哦。请能谈的这位大哥跟这位大叔，两位差别多大？对，一个大哥，一个是大叔。不是，我们这一完全是依照法量来判断。好了，你们大叔带走了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来，我们有请大叔的。掌声鼓励一下钟清明老师。请大叔，我们回家了。大叔，好好去当音乐总监了啊。大叔，你记得你住哪吗？大叔。